什么？除了善良，我还能爱你什么？除了勇气，我还能留住什么？除了伤痛，我还能忘记什么？除了真情，我还能给你什么？除了善良，我还能爱你什么？除了勇气，我还能留住什么？除了伤痛，我还能忘记什么？梦想让我们一次次的选择，又让我们一次次的错过。我们还能对他，能对他说些什么？结果马上就出来，请你跟我去取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了，阿雪，我要上厕所。哎呀，我。这场生意真不顺手，没想到栽在大陆公安的手里，哼，这是阴沟里翻船呢。大哥，来，先喝杯酒。哎，怎么样？你那位老板没难为你吧？他倒没有难为我，只是这杯酒难为了大哥你啊。他让我在这杯酒里下毒。你竟要谋害自己的兄弟？你放心，我怎么下得了手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人知道你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你赶快走，离开香港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慢，录像带，这上面录的就是我司徒文斌策划绑架案的前前后后，我都在上面说清楚了。以后万一我出了事，不管他们说我是怎么死的，你都要拿着这盒录像带为我报仇。司徒文斌这么歹毒，兄弟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就这么走，我还有点不甘心。司徒文斌毒是毒，可他有钱，我要把他答应给我的那笔钱弄到手。到那时，我们兄弟再相会吧。你快走吧。兄弟，你保重。哎，又单相思了？哪儿啊？我，哎，你上哪去啊？
廖怀玉的情况查到了，我就向麦总报告。哎，老弟啊，我看让我去了。好啊，你去就你去。那谢了啊，谢了啊。哼，给你个水缸做胆量，你也不敢做什么。进来。麦总，以后敲门声音大一点。Yes, madam. 有什么事儿？哦，廖怀玉的背景已经查到了，是24K 的红棍杀手，现已失踪。就这么简单？是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刚调来了正大医院杀警察的全部材料。这个廖怀玉，我们原来只是把他当作一般的偷渡犯关押，其实他正是大陆警方要通缉捉拿的重要逃犯。立即在全港范围内捉拿缉捕廖怀玉，并且通知大陆警方，廖怀玉虽已被查明，但却又已越狱逃脱。Yes, madam. 你怎么还不去呀？Yes, madam. 靓女，要帮忙吗？要帮忙吗？好。英爷，怎么了？陈实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干嘛发那么大火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接人，能，我男朋友的父母。男朋友？那正好，我的车正好在外面，等会儿可以送你们一程。哎呀，那好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当司机了？司机？啊，就在那儿。我的一个同学啊是司机，他答应顺路送送我们。太好了，还是一辆大奔驰呢。你开的车不错，哪个大老板的？哎，董事长，我是不是先送他们回去？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来开。来，行吧。啊，在学校的时候你那么调皮，没想到现在有出息了，当上董事长了。现在懂事了，就当董事长吧。对了，不联系。哎呀，谢谢您呐，上家来坐坐吧。不了。改天我再来看望你们吧。哎，好。陈实啊，今天太谢谢你了啊。别这么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把包给我吧。哎，累了吧？坐吧，坐，坐，挺漂亮的啊。把东西搁这儿。哎，好。啊，我给你们冲功夫茶吧。哦，你还会冲功夫茶呀？姑娘，我来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会的，我会冲的。请喝吧。是不是太苦了？那我再给你们重新冲一回吧。姑娘，我们不喝了，你坐会儿吧。来那儿，这样吧，我去给你们洗点水果吧。你们坐一会儿。慢点。你们坐一会儿啊。你找？哦，我是高天的一个朋友，想请他帮一点忙。哦，他不在啊。哦，哎，您是高天的父亲吧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们也是刚到，快进来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好。哦，伯母，您好。哦，
你们是从潮州来的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嘎吉呢？自己人。来来，喝茶喝茶，喝点喝茶。哟，功夫在。哎，对对对，是。哎，我来。伯母，看，谢谢，伯父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嗯，好好好。想不到你对潮州还那么熟悉啊！我外婆是潮州人，哦，我从小啊在那个地方长大的。哦，怪不得你那么认行。高天不在，以后打个招呼，我们都可以去接你们的。高天不在啊，我在也可以呢。哦，是茵茵呐。哎，伯父伯母来吃水果。哟，没想到你的功夫茶冲的还真不错呀。来，吃个梨。潮州的。你把这些东西都买了吧，弄成这个样子都没人要了。嗯，谁叫你不小心的？没价钱讲。钱给你了。才十多块钱呀、啊，你弄坏我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呢，怎么办呢？家里电话呢？去打呀，叫你家长来给你送钱。这样吧，这东西我买了，不要再为难孩子。舒月，依依，买这么多东西，真的要做好媳妇了？还不是人家的奴隶呀、啊！有事逆来顺受惯了。唉，他自己的父母来了，他不管，丢给我一个人，忙得我团团转。唉，最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捞上个好。看你说的，其实呢，你的眼力还是挺不错的。上次大家都夸高天好，一表人才。其实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。最近这一段都是我在为他，他一点都不替我着想。我也觉得很累，连设计都搞不好，好几个方案都让客户退回来了。别不开心，没事儿。走。到我那儿去，我给你做几个好菜吃。嗯，真是好久没吃你做的好菜了。读书的时候，别的同学都有家，就咱俩没有，所以就最谈得来，最知心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害怕的就是吃饭。我觉得我表哥齐凯对你挺有好感的，他已经好多次在我面前直夸你呢。他是对我很好，也很照顾我，我很感激他。可是他是有家有口的人，岳父又是医学界的泰斗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也许我命中注定就找不到什么好男人。来，要不下个星期天咱们约上几个老同学。哎，对了，再叫上那个鬼陈实，让他开车带咱们到郊外去散散心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下个礼拜天是萧峰母亲的生日，他眼睛不好，又是独身，我得去照顾他。他还一直不知道我跟萧峰已经断了。舒月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你的心肠太软了，人家无缘无故把你给甩了，你反而照顾人家老妈。这萧峰太不是个东西了，
不要让我碰到他，非骂他个狗血喷头不可。也别这么怪的，萧峰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是挺好的，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苦衷。男人嘛，背弃女人的最大理由，第一是事业上发生变化，第二是离开太久了。真的吗？你好像很不开心啊。妈，我挺好的，您别瞎猜了啊。那个高天对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你该长个心眼儿，对男人呢要抓得紧点儿。妈，您放心，我抓得紧着呢。香港那边怎么样了？那个廖怀玉到底抓住没有？通报倒是来了，抓也抓了，可就又让他跑掉了。我看呢，这个案子还有的破嘞。等吧，这样的事儿是急不来的。看来这个案子一时半会儿未必有结果，开发区那边又老催我，要不我先回去一趟。到底是开发区催你呢，还是茵茵在催你啊？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毕竟呢，年轻的妻子一枝花嘛啊。老高，有个叫狄美华的女的打了好几次电话来，她说还到广州找过你，你看是不是需要联系一下？这是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。吴总，我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。我真希望你再考虑考虑。好了，我已经考虑过了，你再说也没用。我不是求你，我这次请你来是想让你看看这块地方，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呀。地我是看过的，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，你说的再好听，这个项目我也不会做的。为了这个项目，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准备，进行了大量的前期投入，连几百户居民的拆迁我们都顺利地完成了。他们为了什么？他们就是愿意早日看到南边富裕起来。你怎么说撤资就撤资了呢？在商言商，没什么情义可讲的。再说司徒远东先生是给我面子才派文斌先生来的，可是出了这么一件大事，如果我连一点表示都没有，我不是太不给他面子了吗？由于外商的撤资，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，没有谁能来救我们。总公司也表示了，他们毫无办法。我们前一段的心血有白流的可能，但是我不想后退，我也绝不后退。我已经向市政府申请了，要独立承担这个项目的开发工程。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要支撑起这个残局，也要把这个项目干到底。当然，我不能要求你们和我一起承担责任和风险。你们现在可以考虑，过一会儿我将乐意接受你们的辞职报告和请调报告。
电话。美华，我不需要你现在安慰我，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。我绝对相信，这里面将是一片投资的热土。我绝对相信，这里将会有一次大的经济腾飞。我多么愿意在这块土地上亲自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多想看到它一点一点的变化，变成一个繁华的世界。可是，这一切也许只是梦想了。我不想安慰你，我只想说，我佩服你。我完全同意你的眼光和分析，我也愿意全力支持你。要开发这么大片土地，需要大量的贷款和资金。以我现在的位置，可能我可以在广州为你介绍一些朋友和门路，帮你筹措资金。我今天就回广州，以后随时可以来找我。狄总，我们刚才商量过了，认为正如你所说的，干这项工程确实有风险，但它也是前途无量的呀。我们愿意留下来干成它。这么说吧，就是你一时发不出工资来，我们也愿意跟着你干。就没有对我笑过，这次虽然还没有松口，但是也是进了一大步了，真得感谢你。嗨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吹的什么牛。那我就磨了半天的嘴皮子都有点累了，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急事的话，咱们能不能坐一坐？路边有一个咖啡厅。好。小姐，再来一杯冻柠茶。
你想趁火打劫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是我的，我还要去谈一个贷款，让我先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先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再见。再见。茵茵，怪不得你老说去南滨南滨的，都是为了这个女人。就我那么傻，还为你做这做那的。茵茵，你听我说，小心撤离。你别动我。茵茵，她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不过想帮帮她。帮她？那你也不挑个地方，让我在同事面前把脸都给丢尽了。茵茵，小心车。阿爸，阿妈，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？是你妈妈想孙子了，刚好你们不在家，我们想到亲家，到叶老师那去看洋洋。这么远，你们就不用去了，我把洋洋接来就是了。哦，还是我们去方便一些。茵茵，要不你先。伯父伯母啊，我也一直很想见洋洋的。这样吧。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来来来，喝吧。这咖啡呀，是洋洋他妈妈从美国捎回来的，味道很好。哎，洋洋该醒了吧？让他出来。啊，我已经给他穿戴好了，就来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别动！我要警察，拿出证件。我也是警察，让我抱抱。哎呦，胖了。啊，是啊，胖了。洋洋，叫阿姨。哎。爸爸，你给我带什么礼物了？洋洋，喏，这个给你。咦，变形金刚。阿姨，来，我给你看看我的玩具。啊，洋洋，要懂礼貌。没事的，我很喜欢跟小孩玩的。走吧，洋洋。哎，你就让他们多接触一下嘛，你凑什么热闹呢？阿姨，跟我一起玩好吗？好啊。你是我爸爸女朋友吗？是啊。洋洋啊，这孩子聪明，也很顽皮。小时候啊，他妈妈可没少费心呢。孩子这么小就离开了妈妈。也是够不容易的，这一点我特别有同感。哦，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异了。后来父亲又死得早，妈妈就嫁到了国外。很小我就特别缺少家庭的温暖，因此我特别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。今天到这里，我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。洋洋有你们照顾也是够幸福的。看来你真是在考虑重回南滨的事儿了。是啊，所以很苦恼。我是搞历史的，在中国的历史上做官不容易啊。你看，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在那儿也没什么根基，在南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面前很容易中箭落马。可是你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使命感的人，可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考虑，目前你都一进不一动啊。至于各种风险嘛，我倒不怕，最令我担忧的是。快到皮阿姨。原来啊，我们还担心茵茵和洋洋难以相处，现在啊，洋洋一口一个茵茵阿姨，快要离不开了。所以，我现在还迟迟下不了决心。你是在公安受过挫折的人，为此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妻子。不错，
这位吴小姐，她是非常爱你的。我也看得出来，她是一个很讲实际，又很讲究家庭情绪的一个女孩子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我觉得你又会面临失去她的威胁。这样的代价，你想过吗？值吗？爸爸，下雨了，我们躲躲雨吧。洋洋，高军，高军。哎，这是给你的。你有零花钱了？南宾的金首饰啊，在历史上是有名的，你看成色多好，样式也新。我来给你戴上。就送到这儿吧。你该回去了，洋洋都睡了。茵茵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又是说南宾的事儿是吧？我不想听，我不听。我原来是想跟你说去南宾的事儿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想说了。我也想有个家，我不能够再失去你了。请进。梅总，大陆警方又来催我们了。转告大陆警方，我们已经决定采取特殊手段，出动警力，接连查抄各个黑社会经营的场所，给他们施加压力，迫使他们交出廖怀玉。估计这几天就一定会有结果。嗯 ？Yes， 梅总。阿基，廖怀玉可是你24K 的人呐。今天各个堂口的首领都一起来了，你作为24K 的老大，不能不有个交代吧？庆叔，我实在不知道啊。我是老了，现在有很多事情发生了，我都不知道。说吧，谁准许廖怀玉去大陆作案的？鸡哥，你也不要太生气了。谁让他干的，谁自然要承担责任。我们倒是可以趁机整顿一下我们的内部，清除一些不良分子。再说，我们也该改变一下我们的老做法，不能老是打打杀杀的，应该跟上时代，由地下走出来，想办法做些正当的生意。大哥，咱们兄弟一事让个女流之辈在场，恐怕不太方便吧。哼，公鸡不叫，母鸡打鸣，不是好兆头啊。你，阿平，去看看我的参汤炖好了没有。季哥，去吧去吧。萍姐，
他们又欺负你了？阿罗，如果我要你替我出气，你怕不怕？只要凭借一句话，一切不在话下。当年的湾仔小教父比他们厉害多了，不也就是死在我的枪口下吗？萍姐，是不是现在就去？哎，不是现在，总有一天我会雪耻。各位老大，各位老大啊，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廖怀玉已经在3个月以前正式脱离我们24K。他往大陆犯案一事与我们24K毫无关系，估计他现在已经逃离了香港。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追查他的下落，以便向警方有所疏通啊。啊，至于这几个月连累大家所受的损失，希望各位多多包涵。兄弟，我愿意有所表示，有所表示。鸡哥，今天你这一手可真是赢得漂亮，滴水不漏，让他们都无话可说。我还不是照你的计划行事啊！啊，你干我们这行确有种天才呀、啊！可我不知这对你的将来是祸还是福。怎么样，有眉目了吗？还能怎么样啊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既没有抓住廖怀玉，也没有发现他与司徒家族有任何关联。刚才香港警方传来消息说廖怀玉已经逃离了香港，连24K都找不到他呀。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啊，现在离上级规定的破案时间只差3天了。哎，要么你跟我回去做最后的冲刺，要么呢，你就在这目击证人栏里签个字，此案到此也就了结了，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，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吧。嗯，就这么结了吗？我也实在不甘心，凭我的直觉，廖怀玉一定和司徒家族有关。请你拿出证据来。我要有可能啊，一定会跟你去的。可是明天我父母要走，我要送行，接着还要准备出国。其实啊，我根本就没指望你能回去。朋友，朋友算什么呀？就是换成我，也不会为了朋友而舍弃那么多好的事情。我不怪你，要怪只能怪我自己的命吧。你说我干公安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工作没少干，工也没少立，可现在还是个小小的科长。原本我是指望这次能有点发展，
钟副厅长也蛮器重我，听说已经内定我参加省厅的工作组了。没想到现在，闹不好啊，还要背个处分。这倒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对不起朱副厅长，他的压力大呀，也对不起徐老师。我是发誓要替他报仇的。老胡，你容我再考虑一晚上行不行？那好，就一晚上。要走，明天一大早跟我一起走。回来了。阿爸，你还没有睡啊？在等你。依依也刚走，他也等了你很久。说是明天一早再过来送我们。哦，那要。要走的东西收拾了吗？哦，我还忘了买点东西了。看，还买什么东西？坐下。爸爸，明天要走了，早点睡吧。哎，你坐下吧。我感觉到，你好像有很重的心事。来，冲杯功夫茶。好。论道义，我确实应该最后再帮朋友一把。可我对这事儿，又确实没把握。他去了，没有成功，这边的事又放跑了，有点不值。这几年你的日子过好了点儿，我看你啊，连功夫茶也不会冲了。也许现在你改行搞经济，习惯了。想一件事啊，不是想他该不该做，不是想他的长远，而首先是想自己亏不亏，值不值。其实啊，世间上有很多事情，你用亏不亏，值不值，是想不通的。我撑了一辈子船，只知道一个道理，就是在大桥还没有建好以前，总要有人渡河，总要有人撑船。渡河的人可能都在外边找到了好事情，可撑船的在桥建好了以后却没有了好位置。如果谁都不愿意做吃亏的事，都去想值不值，那谁都渡不了河，谁都找不到好事情。爸，就跟胡永煌去南滨了。他去南滨了啊！你看，这是他留的字条。